遇到更小的。未来想和怎样打字小孩？因为我自己就会，当初会加公司也是因为我想要有更多时间做其他事情。比如，就是我想要，譬如说我要请公司帮我经营 YouTube， 然后还有人数要提升，然后工商我要公司帮我谈好。对，我加入公司其实不是说要希望公司帮我就是可以多接多少工商还是什么之类的，我是还好，我是想要就是公司可以帮我把那些杂事全部处理好就好了。因为我现在就是卡在就是有小孩还没请到助理，对啊，那如果以后之后如果合约到了还是怎样，如果有真的有找到适合的助理的话，我可能就请助理去处理这些东西。那你现在如果真的要请助理，我觉得他要现在就开始找。那 BB 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啊、BB 应该还在 JT 吧？哦，对，他在跟 JT 好像还是合作关系 ，JT 还在帮他做东西，对啊。